亮战士响，努力把火焚，要抓住太阳的光线，太阳的光线，用智慧战胜邪恶。哦，等着我，等着我，东方的地平线。这里，休想离开！哎，好险呐，差点被他们抓住！哎呀，还以为是什么怪物呢，原来是一群猩猩。可是，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们没有偷他们的东西呀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在嘀咕些什么？什么星星？你们在哪里见到的？就在前面的藤蔓里啊，那有个石堡，里面住的全是星星，连我们也吃了。原来在我们村子里搞破坏的就是这群星星，我要通知全村人去抓他们。星星到了，请你放了他们。妈妈，小宝，三年了。妈妈天天都在等你回来，妈妈，星星妈妈，谢谢你养啊！不要，我求你别伤害我的小宝。他们在那儿，他们在那儿，快点放他们！你们这些家伙，大家快来，放了他们！快点，放了他们！大家快点来呀！在这儿放了他们，快放了他们呀！坏蛋！你们这群猩猩，这些年破坏我们的土地，抢走我们的食物，干了多少坏事啊！就是。要好好收拾你们，开刀！哎，哎，哎，站住！到！到！啊！住手！啊！不要伤害我的妈妈！你阿妈？啊！就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叫老猩猩阿妈？哥哥，他就是小宝呀，是那只老猩猩把小宝养大的。小宝，你真的是小宝吗？我们都以为。你是谁？是我阿妈把我养大的，请你不要伤害他好吗？小宝，我的孩子啊！你们不要伤害这些猩猩好吗？妈妈说，三年前有一个村民抓走了他的孩子。等妈妈找到的时候，她的孩子已经死了，而且被扔在了杂草里。阿妈很伤心，阿妈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，对我可好了，把我当自己孩子照顾，从来没有伤害过我。是这样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请你们不要伤害她。是我那年我捉了一只小猩猩来玩，想把它当宠物一样养大。没想到他不到三天就死了。我的孩子呀，阿妈，不要太伤心了。
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没想到一时贪玩给我们村子带来这么大的灾难。原来是村民先抓了小星星，难怪他要捉小宝，他肯定是太想念他的孩子了，请原谅他吧。妈妈，阿玛，你们都是我的妈妈。注意跟小宝的孩子来了，明天就是我们景颇族的木脑颂歌节，请你们也一起参加好吗？好。旋律摇动手中的彩棒。